哎呦，丢人啊！真的哦。哦呦，强劲滚地球打穿了三游防线，哦，所以天哥虽然一开始是球速的落后，但持续的缠斗打了几个界外球之后，这个三游之间的滚地球非常的强劲，形成了一支安打。现在得包上右两个跑者了。嗯，今天天哥也加入了安打的行列，所以今天剩下李凯威。 还有拿莫一样还没有敲出安打，今天我们的先发一到九棒已经有七位打者都敲出了安打。试试看看赛后访问，但是昨天赛后状况非常不理想，非常不理想，分出了机会。哇，这球碰成了中左外野方向的飞球，应该两分，好，跑者现在至少应该两分回来。 只交罚了，要准备来冲三垒，三垒安打三分打点，鲁格了，开鲁格了，刚好十分的啦，鲁豫瑞开鲁格了，十分，哇哦，这个安打我给十分啊，打得好，第十分进来，哦，中伟辛苦了，洪忠刚刚搓搓脸，啊，大帅。 刚刚张振宇打的这个反方向的飞球，你觉得他掌握的非常好哦？这个红中偏外角啊，没有拉回来啊，你直接往你的中左半边推过去的话，效果会更好。但这个球就是因为这个近垒点比较高啦，所以对打者来讲会比较好打。就好比说上一局的陈文杰啦，王柏龙这边继续是得点圈，赤身躁动，哎呀。 打得高哎，南茂打成了中间方向的飞球，哇，这个球好像怎么好像没有像预期的飞得这么远，现在还是要来拼这一分，save了，哇，哇，真的，他要看哦，他要看，哎，大帅要去了吗？准备是要去载他，没有错，save，save，看起来应该跑者的手应该是比较快的，应该没什么太大的问题。张振宇，哇，直接吃沙子了，嗯。 某一分的打点啊，嗯，对，因为第一时间我们就觉得应该没太大问题了，现在等最后判决出来，safe safe safe， 好 safe，